者詹香马台北报道，祖雄在 CHOCOTV 网剧《秘密情人》中与任咏莲激情滚床。他过去常在戏剧作品中挑战亲密戏，被朋友笑昏，是不是故意专挑这种剧？根本是床戏专业户，让他听了哭笑不得。祖雄、任咏莲为培养默契，曾私下相约看电影。祖雄还爆料，两人会每天透过通讯软体传讯息调情。我们为了这部戏，用剧中的角色来对话，每天都会像男女朋友一样聊天，充满暧昧氛围。任咏莲则笑喊，有时候都会错乱，都在想现在到底在跟祖雄还是在跟剧中角色对话。该剧5月1日起每周二三晚上九点上线。祖雄用任咏莲激情滚床 CHOCOTV 提供祖雄组任咏莲激情滚床 CHOCOTV 提供祖雄用任咏莲在秘密情人中有不少亲密戏 CHOCOTV 提供。